跟你们说什么？你看，为什么我有那种特别提你们？其实想，你没有想到，真的没办法想地方。就是我什么都也想，连地方我都也想起来。你们看到我那个东西一个，这种东西呢很好用，因为跟我们呢，现在我用夹，那用夹，没有用夹了。以前啊，电那边有电磁炉啊，那边那个电磁炉来的，那电饭锅。为什么我也跟你们说了哈？你看那种，那就可以，那就也可以用。放什么？放剪刀啦，刀啦哈。那么藏起来，孩子也，小孩子也看不到，也是蛮方便啊。那里不借据也是可以。为什么剪？对你们说呢？因为我觉得那种蛮重要，因为你看，如果你们呢，尝试用个刀啊，那么那个石头，如果它尝试去噎，或者你油积住很难洗，很难清洗。就是我用那个方法，这个放在里面，洗只脚放在里面，那么又可以放一个盘子拉出来，你看我很多把宝的。我也怕对你看，那个连刀都放在这里，怕小孩子看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哈，我就你看那个盘子，本来它很滑的，很滑的，那个就是一种提高了，它好像整个使用那个很滑，不用洗掉，上面胶纸不用洗掉，那么然后呢，当我们推进去，很容易。为什么我有那个法门给你们看的？我觉得为什么我特别会介绍给你们呢？蛮好，蛮有帮助。因为你们呢，譬如放一张台也好啊，放一种放台也好啊，或者是写也好，咁很容易很热的嘛。如果你隔了一层给他，没有怎么热。可以，你可以放东西最上面一柱两的。你看你个大小啊，绿色板嚟嘅，呢个绿色板嚟，呢胶板嚟，上面个阿鲁米尼板嚟。你看你自己喜欢啦。如果你觉得哪种好用嘅、方便嘅，你自己就买嗰种咯，对不对？好啊。